了。嗯，反正今天太多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拿来吧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咦，这你别笑，哼，你瞧那孙子，瞧那个孙子，哎，干脆不吃了，我还是喝点这个红羊粉平复一下。哎呦我去！今天的饭菜真可口，这个红羊粉也好喝，快点把肉都吃光光。这个红羊粉口感细腻，真的是挺好喝的，配料表也干净，有红枣、红豆、红米、枸杞、花生，还额外添加了铁棍山药和红玫瑰等粗粮。适合全家老小喝的一款代餐粉。我看你不但贪吃还贪喝，等着吧你。长眼星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。长眼星啊。啊，贱娘们可不想好人的。吃饭不喊你都不来，走吧。今天有一个看不见的，一个看不见的，你选选吧。哎呀，我不跟你捣乱了，我就选这个。啊，再说这个好吃的。好吃的你就留着吧，好吃的。一会儿你可别后悔，还是先吃个玉米吧。这个黄玉米软糯香甜的，确实好吃，对身材也要求的。喜欢吃粗粮的姐妹一定也安排上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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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，哎，你赶紧把好吃的话控制住啊！哎呦我去！还没有玉米好吃呢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呀，真香！玉米好吃吧？吃完了吗？哎，完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哇！啊！一会儿，我别了，别了，别了。哦！哦！呀，你怎么也没给我留点卤子？卤怪吃的。哎呦我去！烦死了！幸好还有这个香椿酱，这个樱桃茶香椿嫩芽做的香椿酱，平时吃饭的时候咱可以加馒头，配米饭或者拌面条都非常好吃，一口咬下去都是春天的味道，吃在嘴里的每一口都是鲜嫩爽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拿来吧你。老公，嗯，你能吃饱吗？嗯，吃饱吧。嗯，饱，吃饱了。嗯。哇！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吃饱了。来，长眼星啊！
先让这家伙吃饱了，一会儿他就不和我抢了。这不管，这不管，这儿上点。来来来，我这也给你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吃饭拌点辣酱吃的真叫一个过瘾呀。怎么还有猪蹄呀？一会儿。老公啊，哎，吃饭了，快点，吃饭了。哎呀，咋的？你看你又吃那剩肉，你知道我胃口不好，还弄个肘子，啊？你不爱吃肉吗？你不知道我爱喝面条，弄点素的去，下面条。啊？你不喜欢吃肉吗？吃肉，我今天胃口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吃行，给我留点我吃。弄西红柿炝点味啊。好嘞。还给你留，你想得美，不这样怎么能吃到肉呢？吃肉配上这个辣椒酱真的是太过瘾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吃大饱子配上这辣椒酱真是开胃又下饭，这个辣椒酱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，因为它是用香菇和剁椒炒制而成的。给你的素的来了。口是心非的家伙，你别笑。